现在是早上的大概是7:50。那我现在从房里出来，到酒店的附近这边，走走逛逛一下。那等一下大约8:00是可以吃早餐。那现在的温度呢是40度左右，所以是天气是有点冷，所以穿上这些比较保暖的衣服，到酒店的周边散步一下。先来一杯咖啡提神，早餐是简单的欧式早餐。用过早餐之后，就往湖边的方向出发。我又回到这个意大利北部的一个这个名胜地，这个地方是叫做 Riva del Garda。那这一次我回来这边呢，是要来参加一个冬天的这个展览会。那现在我是朝着这个Lake Garda的湖的方向走过去。那想到那一边去看看有没有一些水鸟啊，或者是鸭子啊可以拍摄。那我记得上次夏天来的时候，这个靠近岸边的这个湖面上有很多的这些鸟类。那这一次我是有带了这个索尼的200-600的长焦镜头，还有这个A7R5 的这个高像素的全画幅相机。这里是意大利最大的湖 Lake Garda， 从南到北是50公里，周围是山。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这座湖的最北端。这里的湖水清澈透明，是雁形目、河形目和皮提木的栖息地。那现在呢，前面呢有一些的这个这些水鸟或者是鸭子在前面觅食，在前面活动。那现在我把这个器材，就是我的索尼 A7R5， 还有这支200-600的镜头，是做这样的设定，就是做一个很低角度的这个的设定。那这样呢，非常低角度呢的好处就是，我拍摄前面的那一个鸭子或者是水鸟在湖面上觅食，或者它们在湖面上的活动，以这个角度拍去呢是非常好的效果。最主要可以拍到非常eye level 的角度，然后主体的背面就形成一个很模糊的这个的那个效果。这样呢主题拍出来是非常的突出的，非常有这个立体感。所以要以尽量以这样非常低的角度来拍摄。那这一支这个 carbon fiber 的六幅度的这个脚架，可以做这样的这个非常低角度的设定，还有搭配这个 manifold 的这个油压的 video head 哦，这样的在操作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我在湖边耐心的等待。首先引起我的注目的是白骨顶鸡，英文称为 common cud 或者是 Eurasia cud， 它是属于河形目秧鸡科的鸟类。它们在这里觅食，也会站在石头上修整羽毛，偶尔也会为了争夺某些东西而打斗，在水中扬起身体，然后用一双有力的爪子互相攻击。在拍摄这一类快动作鸟类习性的主题，必须使用1/1000秒以上的快门，对焦区域设定为 zone 的对焦框，这样可以保持
精准的对焦和清晰的照片。这两张是使用4000和8000 ISO 拍摄，羽毛细节也很清晰，噪点也在可控的范围。这里有很多的栗头鸭 Mallard Duck， 它是雁形目鸭科的鸟类。雄的栗头鸭的羽毛比较鲜艳，头部是金属绿色的羽毛，雌的栗头鸭是比较浅棕色的羽毛。它们对于岸边的陌生人的警惕性非常低，所以它们自由自在在镜头前的近距离觅食，偶尔它们会太靠近了，600毫米的焦段变得太长了，必须转到比较短的焦段。在湖边有一对的凤头皮蹄，但是比起栗头鸭，凤头皮蹄是对于人的警惕性是比较高。它们都在离岸边比较远的地方觅食和歇息。我把镜头设定好之后，就在岸边耐心等待它们游向岸边。凤头皮蹄的前额和头部都是黑褐色，头部有一个羽冠。凤头皮蹄偶尔会做求爱的动作，是这次拍摄的重头戏。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按下了快门。当我在拍摄栗头鸭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一只羽毛鲜艳的鸭子，它一直打着湖面的水，激起一瞬间的水花，心中非常的兴奋，原来是一只雌的侧嘴浅鸭 Red Crested Poacher， 它是雁形目鸭科的鸟类。我连忙调整快门到1/4秒，以足够的快门凝结这一瞬间的画面。这些是 A7R5 4K50 帧 S-Log3 的 video 素材。在 Base ISO 800 S-Log3 保持 14.5 级的动态范围。经过 color grading， 画面中侧嘴浅鸭的色泽自然，画质也很清晰。除了以上的鸟类，也拍摄到大鸬鹚 Greater Cormoran 在湖面上歇息。它们懒洋洋地站在湖面上的漂浮体，这是拍摄大鸬鹚站姿的好机会。
那现在在前面的湖边呢，又发现了另外一种的比较稀有的这个鸭子，它这个是身体是黑色和白色。根据当地刚才的意大利人呢，他也跟我说这个是在这里比较稀有的。还有一只黑白色头部羽毛非常奇怪的鸭子，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羽冠，仔细的观察，原来是一只 tufted duck 凤头浅鸭。这次 Lake Garda 的鸟类摄影之旅是相当的满意。假如你们喜欢拍摄水鸟，我建议你们可以来到这个 Riva del Garda 的这个小镇，在这里住下几天。每天早上或者傍晚可以拿着你们的长焦镜头在湖边拍摄这一些水鸟或者鸭子。我做了一个统计，这一次的Lake Garda 的拍摄总共有拍到十个种类的 photolifer。 那 photolifer 的意思呢，就是第一次拍到的鸟类，或者是第一次拍到的种类。那我也想在这里谈谈一下这部索尼的 A7R5。 那这次的意大利之旅呢，我只带了这部相机，搭配了这一支F1200-600 的 G 的变焦镜头。那这一次我是没有把我的这个600定焦的 G Master 带去拍摄。那这整套的体积和重量是很适合远途里程的携带。6100万像素呢，可以呈现非常细腻的画质。在光线比较弱的时候，我都使用 ISO 4000到10000来拍摄。那这些高 ISO 的噪点呢，都在可控的范围，那照片还是保持良好的细节。那当目标在比较远的时候，我不使用这个 1.4 的这个增级镜，因为假如我使用这个 1.4 的增级镜，那个最大的光圈会变得更小，所以我是采用了启动这个 ABS-C 的模式。那由于这部 A7R5 它是6100万像素，在 ABS-C 的模式的时候，它还有保持6000像素长和4000像素宽，那这样的话是它有很多的像素做这个裁剪的空间。除此之外，这样也可以把我的600毫米的焦段 的镜头增加到600毫米的视角。这样呢，可以当我在湖边等待或者拍摄这些距离比较远的这些拍摄目标，我可以把这个距离使用这个 ABS-C 的模式把它拉得更近。那当拍摄在湖面上活动的鸟类， A7R5 对焦系统的鸟类种类识别的功能可以精准地锁定在目标的眼睛，那对焦也很准确。所以我觉得这一部 A7R5 在经过几乎两个多月的使用，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好的鸟类摄影的相机。那这一集的关于意大利 Lake Garda 的鸟类摄影之旅就到此结束。请记得订阅或者点赞我的这个频道。那假如你们有什么问题，关于鸟类摄影的器材或者一些鸟类摄影的技术，请在留言区写下你们的问题，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